This is passion fruit. This is soda. Yes. This is mame. This is coconut tree. We can bring them go back home. So nice. Oh, this is 美人鱼. This is coconut 的树. 里面是 passion fruit. 这个是 soda 里面. 我们去了两个咖啡，今天每一个都很美，一个粉色的，一个蓝色的，超级无敌的漂亮。期待我们的 video 吧，我们现在要驾车回家了。OK， 谢谢莉莉一直在帮我 video。OK， 我现在要专心的做司机，做 driver。嗯，我们要安全的回到曼谷。我们现在还在 Pattaya。 所以我们现在要差不多驾2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回到曼谷了，回家喽，耶！今天的食物还有 photo， everything， very good， everything is good。 OK， 期待我们的照片和 video 吧。哦，very important things， 今天我们第一次做模特，我们给一间 泳衣的店拍照片，所以我们拍了蛮多照片的，我们自己都蛮喜欢的，粉色的很好看，我觉得每个女生都有一个粉色的风，所以晚一点我给你们看照片吧。OK，